阿姨，你这手艺精进了啊。嗯，那是有我在，不断督促我妈进步。我这样的人能拍这么时髦的东西，嗯，真得要好好谢谢大家。听说全国人民都能看到。是呀，阿姨，真大的。嗯，那我更得好好谢谢你了。哎，真客气，多吃啊。好，好嘞。来，我这些菜就做给你们了。你别光给我家呀，这么多客人呢，搞给客人家。哎，快来快来，快快快！哎，看见没？这不管什么年纪的女人啊，拍个照上个镜，这都是天大的事儿。这以后我妈眼里还能有我吗？全是让她上镜的李的主编了。我自己来就行啊。来吃吧吃吧啊，嗯。还有三天发布会就要开了，我竟然还有点舍不得。为什么呀？这次跟央央一起工作，石总还带咱们去他家吃饭，这种感觉真的太有家有爱了，就像上次园游会那样。我觉得如果一直不结束，咱们能一直在一起工作就好了。本来我们就一直在一起啊，只要你不离开菲林，我们永远都不会结束。不一样，就算我一直在菲林，那跟好朋友一起做事的机会哪那么多呀？我就是喜欢咱们一直在一起的那种感觉。天底下哪有永远不变的事情呢？人总要长大，总要面对分离的。你说，如果人一生下来就规定好了，嗯，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，谁跟谁在一起就不许分开，我觉得这样就太幸福。你一会儿回家干嘛呀？我没什么事儿啊，我就回家看个资料。好，那你再陪我巡到现场吧。哎，干嘛去啊？你去现场找几个体积大小一样的小木块，要正方形的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就让师傅现场给你做一个。这些可以给我吗？可以，拿吧，我们这里多的是。谢谢您啊。没事。来，坐下。嗯。这是什么？会用吗？不会用的话，上网搜一下，选几张你喜欢的照片，用这个打印出来。哦，好。这个找到了，嗯。这个就当做星星的回礼吧。我虽然不能保证你的生活永远不变，但是我希望，如果你的生活出现变化，那一定是最好的变化。你会越来越好，碰到很多人，拥有很多不同的回忆，就像这个魔方一样，无论怎么排列组合，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，这些都是你无论过多久想起来都会开心，并且永远都不会后悔的回忆。你好，两份猪柳蛋慢慢分好了，谢谢。来。半块来，哎，包好一点，来，包上。嗯，今天刘成比较辛苦了啊，来，辛苦了，来，来，好的，过来一起吃啊，来，吃走了，一起吃，来来来，一起吃，来，过来，来，一起吃嘛，来，
拿酒去。不跟我们吃，一个人在这吃独食啊？我看你们已经吃上了，我就没好意思过去。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？我最爱吃这个了，见者有份啊。当然不好意思啦，那么多人，我就买了两份，慢慢分过去，搞得好像我很在乎你似的。嗯，对，我看你早上怎么总吃这个呀？方便呗。我高三那会儿更爱吃这个，因为吃这个就能节约时间，就可以有时间复习，成绩就会好。后来就发展成每次考试之前我必须吃这个，心里才能踏实，就觉得它是我的一种幸运。就跟你那个先吃百件一样吧。嗯，不是很贴切，但也差不太多。那早知道我送你一箱麦满分了。我又吃不了，你快喝吧，等一下你还得回去工作呢，樊总。姚总您好。看楼上是有独立办公室，然后下面还有茶水间，他们的休息区域。OK。 嗯，姚总请坐。谢谢。环球梦创刊号封面主题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。 OK。你们准备的资料很充足，关于这个慈善的主题也很有意义。如果这次影响力广的话，对于我们纯秀也是意义非凡。我不同意，我也不允许你们任何人用这种方式对我进行报道。我的事业，我的化妆品从品牌到技术，再到我们兢兢业业15年打下的理念跟口碑，还有我和纯秀这一路走来的风风雨雨，在你们看起来都不如我年近40生下不健康的孩子，被老公抛弃的母亲的形象重要吗？我一个失婚妇女能跟小我10几岁享誉国际的画家谈恋爱，就是你们嘴巴里鼓吹的成功学吗？我自身的价值，我个人奋斗的社会地位，如果不跟这些东西捆绑，在你们看来就毫无意义是吗？不是的，姚总，我们绝对没有轻视您的意思，只是作为杂志，我们不得不迎合大众的角度。那很抱歉，你们的角度跟我的完全不相符，并且我也不会允许你们任何人这样报道我的女儿。我的女儿，她的人生很长，他还有很多机会可以用他自己的方式去定义他的人生。人为什么要老？爸爸妈妈为了我那么辛苦，熬到现在，好不容易我长大了，为什么他们就老成这样了？不管是他成功的追求梦想也好，还是碌碌无为的过一辈子也罢，至少是他自己勇敢选择的人生。他的人生应该有很多的颜色，但绝不是现在，在他这么小的时候，因为我而被打成这种灰白的颜色。他们那么辛苦，那么艰难地把我养大，现在环境好了，科技那么发达，他们应该享受这一切，而不是畏畏缩缩、哆哆嗦嗦地站在后面说着只要我好就行了。他们应该享受这些进步，而不是为了我奉献掉这一生。你们的角度，你们为了迎合大众的角度，我绝不认同。洋洋，
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姚总，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我们一定整改到你满意为止。我今天是不是有点太凶了？是有一点，你看你把那小姑娘都吓到了。没有，好歹是个主编，不会那么脆弱的。可是，谁没有一点伤心的事儿，没有一点说不出的苦衷呢？可能姚总您刚才的话让他觉得特别认同吧。嗯。临门一脚，我们赶紧改动专访的内容，只要姚总满意，我们怎么改都行。不行，为什么？这次我们不按照任何人的方式去做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，我们自己来定义创刊号的内容。我们自己定义？我错了，当时张总编一开始让我主持这场整合，我尊重你们以往做时尚的游戏规则。但是这次创刊号关系着我们和新媒体决定性的改革，所以我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去做。不是，央央，我们自己怎么来定义呢？我们才应该是大众的表率，不是吗？我就问你一句，你写的这些东西，你自己相信吗？我们又不是狗仔，不需要姚总的这些坎坷经历作为谈资。让读者只看到他表面的风光，那他的背后呢？他经历了这么多困难，还能够站起来成就自己的事业，我们谁能够比他强？再去笑谈他如今的绯闻八卦，我们要让读者看到的不是他现在的功成名就，而是他之所以功成名就的努力。这样的文章能有人看吗？那么我就问你，你想要成为哪种人？是这种呢，还是这种自己打下江山，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女人？你希望我们的读者怎么选，还是你愿意引导他们怎么选？既然我让泱泱带我主持这次整合，你听他的就行了。可是总编，这次要是出了问题的话，出了任何问题我来扛。知道这次为什么最后我选择泱泱来帮手，而不是选择你，或者是他们娱乐那边的任何一个人吗？当我们所有的人都坐在办公室里吹冷气的时候，只有李泱泱一个人，他永远在最前线。他是离读者最近，离我们最远的人，也只有他还记得当初我们进入环球的时候心心念念的是什么。他选择相信读者，我也选择相信。我现在还准备再挣扎一下，我不想让我的杂志成为只会迎合大众潮流的刊物。可是总编，要失败了的话，你们现在年轻人不是很流行一句话吗？赢了一起狂，输了一起扛，有我替你们在前面扛着，你还怕什么呀？现在就应该是你们玩命证明自己是对的时候。
到现在为止还愿意不计后果的陪我疯一场。你说什么呢？小爷我混到如今这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地位是为什么？就是为了关键时刻能给你撑腰。不短时刻能给你撑起半边天。这要在玄幻剧里面啊，我们就是你逆袭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子瑜，月英姐，做事还这么拼命啊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樊总把我介绍到纯秀了。是樊总。喂，哎，樊总，那你先忙，咱们回头再说啊。月英姐，再见到你，我真的很高兴。喂，啊，待会儿啊，等嘉宾公布年度女性获奖者之后，您就从这条道上上去，后面会有灯光跟着您，而且还麻烦您的演讲时间一定严格把控到15分钟之内，因为后面我们还有别的安排。OK， 谢谢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杨洋，我临时有事，你帮我主持这次的发布会。不是吧？我是环球体育的主编李洋洋，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参加我们的创刊号发布会。因此，我们在竞百的主题以及候选名单中选出了环球 MOD 创刊号主题女神，请看我们的创刊号封面。1000个人心中有1000个女神，但唯独母亲是我们永恒的女神，全世界最平凡也是最伟大的女性，她是我们最初的指明灯，也是我们永恒的港湾。希望她的笑容、她的品质，甚至是她的魔力，能够成为引领我们的精神，照亮我们前行的方向，不忘本真。谢谢。他提名由你接任他的位置，现在公司已经通过了，你就是下一任传统发行的环球总编。
泱泱，其实你已经不需要我了。我带领环球的时代结束了，这段路有你陪伴，我很开心。泱泱，你不用难过，我也不再需要你们了，我有更远的地方要去。如果我要走，我当然要留下一个更好的世界，让你们继续去坚持奋斗，这是我的责任。不要哭，如果你觉得难过，觉得悲伤，记住这种感觉，把它化为力量。等你遇到下一个像你这样的女孩时，记得要把我对你的这份用心传承下去。你一定会做得比我更好。你就这样替李洋洋做决定，真的可以吗？必须这样。你说他堂堂一个大总编出在这种地方，让人知道岂不是笑掉大牙？再说了，我最近跟他住的挺好的，没事儿。也是，他一个女孩住在这儿，我也不太放心。你什么时候开始把她当做女生在看了？很遗憾地通知你们，虽然本人升迁已定，但是在未找到靠谱人选之前，我将仍然是环球体育的主编兼首席记者。耶耶耶！所以办公地址不变，你们还是会每天都见到我。太好了！各位，以后还是请你们继续包含我的坏脾气跟高压的工作环境了。哎呀，不会，来，总编，坐坐坐。咱俩谁跟谁呀、啊？是不是李总编？那你终于要从首席记者上挪开了。想得美，等你追上我再说吧啊！这次的网络数据出乎意料的好，大量的转发是从一个写网文的科幻星际小说家那里转发出来的。网文？还是科幻的呀？对呀、啊，他们把环球梦的创刊号直接写进了他的小说里，还特意加了一句。借环球梦的一用，请不要收我们的版权费哦。这转发已经超过25万了。那这算不算是免费的广告？嗯，我们天天更新，与时俱进的，还真应该和他们多合作一下。哎，那我去跟他们的负责人看看能不能联系上吧。可以啊。还有一个更可怕的转发，将近30万次。30万？你们看啊，这个微博名叫做当了妈也要纪念我美丽的一切，是个非常有名的美妆博主。我知道这个微博的博主是谁。哎呀，自从我生完孩子之后吧，我就经常怀念我单身的日子。你后悔吗？不啊，我只是有时候会很怀念吧。哎，这是我一个小小的避风港，要是我平时太累了，想逃避一下，我就会上这个微博，发你自己的作品啊。不是啊，这是我另外一个号，没有人知道的，我只给你们一个人看。你看，这些呢，都是我生命中出现过的重要的彩妆和化妆品。不是吧？你也太无聊了。有时候，我就宁愿躲在厕所里研究这些化妆品背后的成分分析表。我也不想面对着一大家子的老老少少。真是无心插柳，狗屎运啊！我们樊总这是狗屎运吗？这都是实力。对，那是实力，樊总厉害。樊总，樊总，你们这是要讹上我了。啊，那既然正事说完了，那我就走了。哎哎，别让樊总跑了。经过反复的调查和研究，我们非常民主的选择出了两个旅游的方向。第一，意大利，购物天堂，文艺复兴，文化与买买买完美的结合。第二，巴厘岛 SPA 天堂，碧海蓝天，最适合放松身心。你们这旅游还做上 PPT 了，这不浪费公司资源吗？
这两个呢，你随便选。预算呢，你也不用考虑了，反正都是你出。咱们只有四天，这么远的两个地儿，飞到那儿看一眼就得回来吗？有没有近点地方呀？是啊，我们女生出趟门很麻烦的，四天去这么远，性价比不高啊。群众的呼声。叛徒，叛徒。那你们想去哪儿啊？我觉得就在国内呗，找个青山绿水、空气清新，还能吃点好吃的地方。嗯，没问题，我同意。哎，樊总，你和子瑜是不是都穿得好了呀？你俩？我不管，就算是国内，我也要找一个最远的地方，我要远离任何让我想起工作的地方。行，只要你找到我，没问题。对了，阿丹，你把自拍杆带着，出去玩不能那个这样。放心吧，包有事。我一定要找一个地方，既能疯狂购物，又有美景美食，还能归隐山林、泡泡温泉什么的，想想都美。你呀，别太贪心了，小心最后一场空。说好的去你家吃火锅，什么时候？要是你们愿意，就今天。行嘞，我来约。你准备好家伙。最近太忙，顾不上联系你。待会儿让魏红给你送点东西。哥，你先忙，要注意身体。这几天我要去跟我们组旅行，公司报销哦。哎呀，林小姐，真是巧啊，我正有事找你呢。这是司机老张。啊，林小姐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我已经把你的电话号码给了他了，以后你要是想去哪里的话，直接联系他就行。我去哪联系他干嘛呀？啊，这个是骆总的意思，你去哪儿不也是更方便吗？哎呀，不用，我现在挺方便的，我平时坐地铁、坐公交都挺方便的。这个真的是骆总的意思。你就别为难我们这些底下人了，好不好？你如果不答应的话，我们两个人回去了，谁都没好果子吃，是不是，老张？哎，是是是是是这样。哎，林小姐，那你先忙着啊，我有事先走了，最近公司忙得不可开交。老张，啊，哎，魏总，魏总，哎，林小姐，林小姐，林小姐，请上车。那要不您先送我去趟超市吧，等我和我哥联系上了。咱们再说行吗？好，好，好，快上车。那麻烦你了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.老樊啊，我这次可是豁出老命在帮你创造机会，你可得好好珍惜啊。放心吧，我不会错过他的。现在登堂入室的机会已经给你准备好了，这剩下的就要看你自己能不能早日赢得芳心啦。嗯。你个工作狂有这么忙吗？我还说先去趟海鲜市场拉点海鲜呢。这个点儿去海鲜市场能有新鲜的吗？咱们直接去超市买点牛羊肉得了。别了，直接去林子瑜家吧，这点哪儿都堵车，我怕赶不上趟。瞧你这饿牢里放出来的样子，快走吧。哎，小姐，有事打我电话。啊，不用不用了，您快回去吧，辛苦您了。啊，是小姐。嗯。把他给我。这位小姐，你中彩票了？哎，不是，我哥不知道怎么了，非要给我配个车。你哥？
是啊，像我这样的人哪需要配什么车呀？结果那司机就弄得特别可怜，好像我不用他，他就要走投无路一样。所以没办法，我就先让他暂时跟着我。你哥给你的钱用着呗，一家人嘛。再说了，哥哥想对妹妹好，也没什么不对的。哎呦，我看看你都买什么吃的了呀？吃都什么东西啊？锅啊什么的。吃的呢？哎呀，这个点超市哪有什么新鲜的菜啊？放心吧，我有办法。那我不管啊，必须给我买到吃的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走吧。哎呦，姑奶奶，你还能再慢点吗？天都黑了，我还没吃上饭呢。怪我了，要不是你们上次给我搬家，我能不知道自己东西在哪儿吗？啊，行行行，怪我，怪我。嗯。哎，先生您好，您的快递到了，麻烦您签收一下。你叫快递了？哦，我的。谢谢啊。嗯。这买的什么呀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让小的给樊总演示一下。等一下，你怎么还叫我樊总？那我叫什么？应该改口了。你都是我们的朋友了，而且你跟绚丽和杨洋都是可以一起过夜的闺蜜了。你换个称呼。叫什么？舒晨，这样啊，你先别拿我当上级领导，就拿我当朋友，叫一声舒晨。舒晨，舒，有这么难吗？没有，舒。我叫不出口，太肉麻了。是的，哎，叫不出来，叫不出来。哎，你让开，你让开，我要加豆浆了，你起来。哎，你知道你特别可爱吗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我打你啊！就是。哎，挤开，挤开，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，我不要。叫着听听。挤开，挤开。试一下嘛。哎，我要炸豆浆了，你别看我啊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幸亏我认路又开得快，让他指路，10点都到不了。来了，那是导航出的问题，不是我不认路。就是你。哎，我可以穿这个鞋吗？穿啊，子君新买的。啊，我新买的。好，你赶紧换鞋，脏死。你跟我妈似的吧，我操！饭快点啊，饿了。马上啊！我发现了，你们都孤立我呗。这个哥，早知道我就要找个隔离寒来了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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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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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姐，辣的撞过来了，撞过来。开下火，咱们要不要干一杯？啊，来来来来，哎，谢谢你们来，家里有点小，辛苦了，谢谢大家。还挺快，下车吧，来来来，哎，你慢点慢点，一下下都老了。火锅就是要抢着吃，咱们这么多人呢，每人一块就没了。哎，你们有完没完？老夫老妻还那么多废话，谁跟他老夫老妻？就是谁跟他老夫老妻，倒霉一辈子。你什么？你别后悔。我从不后悔。哼，拿过来一点。哎，石总，我发现你跟杨洋好像吵腻了。嗨，哎，臭皮和耍剑是史维宋的人生爱好。哎，还有吃。子瑜，你清汤放什么？怎么那么好吃啊？我就放了清水，然后还有葱、香菇、红枣。那秘诀是我加了一点西洋参。完美，洋洋听到了没？回去做给我吃。好，那下面要下最美味的食材，土豆。放哪里？我要吃辣。哎，一半一半，体谅一下怕长痘痘的人。那一半一半的啊。最好吃的肯定是肉啊。就是啊，幼稚。那你庸俗了。下毒了。哦，给你看，对症 APP 去年的一些下载率和数据，看一下。
还不错，再跟进一下。小姐跟朋友们吃火锅，今晚不在外出用车，以下是用餐人员照片。菊花，那么好吃吗？我试试。完了，要疯了！我要郑重的向火锅界的土豆道歉，我怎么能一直忽视你们呢？快吃快吃，要不然没了。等会儿，赶紧！哎，来来来，去吧。至于吗？火锅就是战场，没有人会在这个战场倒下。难道这就是吃货的尊严吗？没错。这菜可太新鲜了。子瑜，你怎么这么会买菜？我是在那种 APP 上下单的，就是那种3个小时送到家，我觉得比自己去超市买新鲜，而且还很便宜，多买多送还有优惠券。哎，你不说啊，现在生活真是越来越便利了。子瑜可真会过日子啊，要谁娶到她这辈子走运呢？那是。哎呀，我怎么现在看某人越来越不顺眼？要不子瑜，你重新考虑考虑，实在不行跟我过得。哎，我请你们来是帮忙的，搞清楚你们的位置。别想别想，哎，谁叫我快点？手机从滚！哎，季经理，你不是不吃辣吗？你不怕长痘了？闭嘴！哎呦，太饱了，不行了。你去刷碗去，快。你怎么不去啊？哎呀，不行，我试过了，你去吧。我也得缓缓。哎呀，绚丽啊，你怎么还站得住？努力挽救一下，刚才吃了那么多，能消耗点热量是一点。哎呦，子云，你干嘛呢？我见缝插针，收拾个行李。要去出差？去旅行。旅游？是啊，我们这个项目做完了，公司就说带我们去团建，不过也不会太远，就4天吧。出去旅游，孤男寡女，干柴烈火，那还不？哎，我帮你收拾吧，你去哪儿啊？还没定呢。你一定要打扮的美一点。哎，对对对，我帮你参谋参谋，看看穿什么好呢？好啦。子瑜啊，这些衣服你哥给你买的？嗯。天哪，身为舒城的死党，我绝对不能让他爱的女人穿着别的男人买的衣服跟他一起出去旅游。子瑜，绚丽加油，绚丽加油！你这些衣服会给公司同事造成很大的压力。你说你们出去玩不就是一个开心舒服吗？你打扮得这么高级，这不太利于团结。好样的！而且你们大老远的出去一趟，待得开开心心的多好啊！你说你这么富丽堂皇的，人家怎么好意思跟你一起吃一起玩呢？难道你想看到你自己被客客气气的孤立？厉害，真是太厉害了！哦，也对啊。那我去拿几套运动服。你现在需要的是新衣服，我明天下班陪你买吧。我不需要，而且我也不喜欢逛街。子瑜，你是在拒绝我吗？你真的要拒绝我啊？你看我这么诚心诚意的邀请你，你真的要拒绝我？哎呀，怎么会呢？那你明天陪我逛街吧。太好了，明天下班约啊。
子瑜啊，你怎么这么天真呢？你这样让人可怎么放心好？嗯，哦。